明明跟我的，是安怎搁要替我办冥婚？清凉，我明明爱人是美人，是安怎搁要我接受文玲呢？嘉信，文玲是一个真善良的查甫囡仔。清凉，你哪敢跟阮阿爹同款讲袂出声嘞？这甲文玲是毋是善良无关系？是我无法度接受这种安排。啊，不过你袂当安尼对待伊。文玲是无辜的，就因为伊无辜，所以伊会当走会当离开。嘉信，清凉，卖阁甲我苦扛。我爱美兰，永远袂改变。那你文玲嘞？是的，我无法度，我袂当接受伊是我的家后。要娶美人，在伊的心目中，我到底会算什么？伊是给我当作什么呀？好好好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你也不是无看到，你阿姐绝对无可能容允嘉欣娶美人啊！美人她都看嘉欣眼神，你冇看到。换做是你，你敢有法度忍受？美人为着要得到咱翁家兄弟技术。伊无可能放过嘉欣的。一方面，伊是我的家后；一方面，伊阁甲嘉欣要谈情说爱，这是算什么啊？安尼够上要所有好处，是毋是一个人呢？你唔免着急，迄是伊家己的案子，无可能逐项代志拢顺伊的意。无论安怎讲，必然即马是你的某，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所以即马。上有赢面的人是你，就算讲老伙仔把技术传给嘉欣，你还阁有你丈人爸的老底账，这两项你只要得到一项，你就占赢。所以无论美人安怎想，你一定要家己好掉，绝对袂当放弃。你阁要靠伊得到引导的老底账。我是一个查甫囝嘞，我哪可能目睭紧紧看个家伙去甲？好啊！等你得到老爹掌，必然对你来讲，家家一声破鞋嘛。好好好，唔是破鞋，唔是破鞋。等你得到老爹掌，你就有法得到伊个心啊嘛。哇！啊，必然。我头仔只俩讲，甲好东引导啊！你，哎，你，美兰小姐，你那半暝转来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金彪兄，嘉兴转来啊！嘉兴无死。你知影，我爱的人。一直是嘉兴。唉，伊那唔卡才转来啦。所以我才会转来找你，甲阮阿爹参详。你是要参详啥？嘉兴甲我讲，伊还阁爱我，伊爱我嫁予伊。美兰小姐，
你千万唔通做糊涂代志，你甲家良已经拜堂啊咧。美兰小姐，敢讲你嘛想要等于家兴的身躯边？其实我甲家兴本来就有婚约，而且为着伊，我阿袂甲家良同房。啊？卡叔，我做到这款地步，你敢认为我袂当等去家兴的身躯边？阿伯。美兰，阿弟啊，阿你半暝起床，三那无给他钱啊，我给你提。没，我袂挂。你哪这么晚回来？是不是跟家良因家的人冤家？不是。阿弟，家兴回来啊。真无死，是啊，阿爹。阿爹，其实你本来希望我嫁予家兴，对无？阿爹。阿新讲，伊希望我会当回去伊的身躯边。你讲啥？我是讲，阿新甲我讲，伊要娶我。原来，恁都已经是家良的家啊！啊，不过我甲家良只有阿母名，无阿母姓。恁？你知影我爱的人是阿新。你莫阁讲落。阿爹，我知你想要讲啥。你若是把迄句话讲出来，即是搞出去。你才拄完婚尔嘞，唔通袂记你家己身份。美兰，你唔通袂记你家兴出代志的事，阿爹有主动你嫁予家良，是你家己点头愿意嫁予伊的，你家己的选择，都要家己承担。我无用我家己查某囝。做出这种违背伦常的代志，阿爹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，不准你再提起。你若是敢改嫁，嫁予家兴，你就永远别再回来。今麦即时交返去洪家，我要让人讲我何世昌，不要嫁死查某囝。阿伯，遐暗啊，你就莫赶伊回去。等明仔再再讲啊！天光就让我回去。是安怎？阮阿爹拢无替我想。金彪兄，我是不是足戆的？我廖准讲，我为着这两家所做的牺牲，阮阿爹会当了解。伊的身段是安怎？拢是我替别人设想，煞无半个人徛伫我立场替我想。金彪兄，敢讲我袂当去追求我幸福？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做？较早困啊。
困袂去，还是无所在通困？拢毋是。那安尼是安怎徛在我门外口？因为我知影你无爱我入去你的房间，啊，不过我若是去别个房间困，不管是对你、对我，拢会去有人讲闲话啊。是的。你先讲。我会跟你讲实的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底牌啊，现在无台无机都来散去。我会跟你讲实的，是因为我真是做气我自己，现在无只是跟你求去。我会跟你回实的，是因为我害你无法度。跟你心爱的人做伙，其实我嘛知影，我抱你水底是意外，我甲美兰无法度做伙，那是我的命，我是唔甘愿啊。所有的代志嘛袂当怪你。那呢？你肯原谅我？我讲过啊，甲你无关系，我是要安怎讲原谅还是唔原谅？嘉欣，你头拄仔讲实的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哦，啊，我拄只是要甲你回实的，是想要甲你讲，拢是因为我，才害你一个人，这么晚，搁徛伫外口，搁无所在通睏。不要紧啊。我无回来的时阵，你拢待伫我的房间。你叫我待伫遮，所以我就待礼拜啊。啊，那安尼，你以后就待伫我的房间。哎，啊你咧？我困厨房。你搁怎啊通来啊？阿爹，实的啦，我无照顾好家己的家啊，我顾不得你的寄托。代志都不干呢，今麦讲这干有啥物路用？我本来早就要来啊，我廖尊讲等美兰去那消，伊家己就转来，啊，怎啊等几暝？我才发觉代志严重啊！阿爹，自我申请到即马，我头一次感觉我可能失去美兰。阿爹，我相信你嘛知影，嘉欣转来。所有人拢知影，美兰本来介意的
就是家心。阿爹，请你跟我讲，我应该要哪做？你即马是伊阿公的，不管美兰较早安怎样，伊都应嫁予你，就是你的某囝。你搁较早来遮问我讲，你要安怎做？你是不是一个查甫囝？我就是因为唔知要安怎做，唔才来求阿爹斗相共。你。阿爹，你肯把美人嫁我，我真正有感激你。自我世间大汉，这是我生命中上意义的代志。啊，不过谁知影，天不从人愿。阿爹，你着要好好考劝美人，为着你的名声，为着我对美人的心，为着咱这两口子的面子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回转来我的身躯边。我知影。已经拢是我甲嘉兴的记忆，暗晡今日，田园永远是田园，人煞已经无共款啊。人生本来就真无奈，毋是所有代志拢当顺你的心，合你的意啊。我知影，每一个查甫人拢希望会当甲家己小意爱的人斗阵一世人。本来，嘉兴老最失踪的时阵，我的爱就消失了，我的心嘛已经死了。迄个时阵，我无可能讲感情，我规个心拢藏在替我阿爹坐一口气。谁知影，我的爱搁倒来了，金彪兄。感觉我不应该追求我失去又倒转来的感情。美兰小姐，追求家己所爱的，这无啥唔对。要不过你已经成亲了，你都无这资格，这是无分寸的代志。金彪兄，你唔知影迄种亲切的感觉，你无了解。我了解，我有一个小妹，我目睭金金。看伊一步一步走入两个人相依爱的世界，搁目睭金金，看伊予阮逼啊，要放弃这份感情的痛苦。那安尼，即卖人伫倒位？我嘛是给你找伊。我这小妹，伊原本是一个真活泼的查囡仔，经过这打击了，规人拢变了。既然你知影伊的痛苦，敢讲？你希望我跟伊同款？我当然无希望你跟伊同款啊！既然安尼，你就跟我斗相共，帮助我脱离这种的痛苦。金彪兄，请你替我说服阮阿爹，让我离开家梁，永远甲家心作伙，好无？手干得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美兰小姐心情不好，我来给她苦劝。美兰，家良人都已经来了，赶紧回去。阿爹，别再讲了，赶紧回去。美兰，
依兰小姐，你还是跟家良回去。金平哥，你唔通忘记你答应我的代志，我敢若剩你会当好我靠。好啦，我知啦，你先回去。依兰，咱来等。家良兄，有啥物话偷偷讲，我相信任何代志都有得解决的。咱走。家良，你莫就是讲我对你转来，咱就无代志啊。转去一撮头厝，转来就连名带姓叫我。其实。我就想要坐下来跟你好好讲。咱两个无啥物通好讲。那你想要给我？我知你甲嘉欣是情为真嘛，啊，不过除了这点以外，恁两个人并无任何速配所在。你有野心，我有我的理想；你有心机，我有我的头壳。咱两个人好好配合，无任何代志是咱做袂到的。啊，不过我爱一个人，无需要考虑遐尼济。那谈情说爱，是免考虑遐尼济啦。啊，不过婚姻是一世人的代志，敢免考虑个清楚？嘉兴是一个单纯的读册囡仔，你甲伊斗阵，有啥物快乐的？啊，不过咱两个无共哦。你爱种地，我爱做地。咱兴趣遐尼啊相像，咱两人的婚姻一定孤孤单单。我就是考虑真清楚，才一定爱回去嘉兴的身躯边。你所讲的拢是你咧含面，根本就无实在。我要甲嘉兴做伙，除了我爱嘉兴以外，上重要的对伊，我的未来才有希望。对你，我是完全无任何前途。你若准你讲这话给我听，我就生气哦。只要我生气，你就想空想旁要离开我。你是巧巧的人啊，我嘛不是王大呆呢，敢这个简单让你骗去？为着我的家心，是全朱龙拢知影代志。我光明正大带你入门，也是全朱龙知影代志啊。那是因为家心死啊，起码家心无死，我应该嫁的人是伊，不是你。洪家良，你敢知影？自我嫁予你了后，你有一点是我上看袂起的，就是你这款敢做唔敢担当的个性。你敢那会晓出一支嘴？你答应我的代志，无一项做甲到。你讲你爱我，结果你怕我。你讲你甲洪家做滴技术交予我，到即马连影子拢无。我倒转，你搁走去阮家找阮阿爹，叫阮阿爹甲老爹仔交予你。讲你是一个查某囝。我真无爱相信。何必啦？人咧讲，量交量，风交风，温故咧交冻哦。我毋是查甫囝，你是一个嫁尪的人呢。你搁咧外口甲别个查甫人偷来暗去，而且毋是一个哦，搁两三个。你甲我讲你外好女的，你讲我鬼听？赵胜康。我无好路的，我也袂甲你这款两家伙做伙。我回来，何美兰，我一直咧让步，一直咧委曲求全，我就是咧证明，我对你是真心真意。你袂甲我动手，我尊重你。你要避远，我收一万，我退予你。结果咧，我得到的是你一骨两卡鞋。哪里好？我今嘛就跟你同房，卡袂你想东想西扰乱咱的生活。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一枪！你放开！你放开！
拿我过来，为了将你抬死。何必呢？这世人，敢那我安家良太郎，无人有才调抬我。嗯？你来呀、啊！你哪敢大惊一卡步，为了性命你的面头前？看你是安怎，要对你阿姐交代？看你是安怎，对阮阿姐交代，对寡妇交代？来呀、啊，你来呀、啊！何必兰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讲美兰登去后头厝，伊敢回来？多谢你的关心，伊回来啊，伊无代志。家良，坦白讲，美兰的代志，咱两个从来毋捌好好讲。答辩讲到美兰，不是我伫生气，就是你都无欢喜。咱两个从来唔捌好好面对这件代志。姐啊，家良。你一定了解，这件代志自头到尾就是误会，请你成全我甲美兰，好不？你真正不爱美兰？我当然真正爱伊。好，我成全你。大亮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不过，请你甲我讲，我要安怎？我要来面对所有来吃我喜酒的乡亲。好，我才当作是误会，我全部拢吞来。我要面对恁阿爹、阮阿叔，我要面对所有人的眼光啊！好。我当作我拢无看的，啊！不过我来保证，人一定会讲，洪金银欺负大帮的大孙，无把我扛在眼内。家良，你明明知影不是安尼，这件代志是误会，把误会解释清楚就好啊。家兴，你真正是一个书呆呢。这误会，咱家己知影。咱明向全族的乡亲解释清楚啊！咱人嘴上多，一支嘴会讲死一个人。咱少年的话紧哦，啊人若是讲洪金银违背伦常，你敢信得起？家良，你到底是要讲啥？恁阿爹打拼规世人，伊一世英明。
完全毁在你的手头。你敢会感觉你受过自私、受过残忍吗？我绝对袂让阮阿爹歹做人的。你回头看，看这个牌匾，这是皇上亲赐的牌匾，这代表天下第一帝。结果天下第一帝主人，既然是一个违背伦常的人，皇上若知影这个代志，伊甲牌匾收回去袂？我跟你讲，这是要创啥？你自头至尾就毋捌关心你阿爹的生理。咱来讲美兰，我应该成全你，啊，不过你有替伊想过，伊阿伯明做人，你是不是阿伯做一个臭鱼人，还是青梅啊？假使爱一个人，你就要替伊设想。咱安家这卖名声，唔那是朱罗鸟，甚至全台湾，甚至过长山到京城，什么人唔知咱天下第一帝？结果天下第一帝新妇，是咱安家大少爷、二少爷龚家清的破鞋。你讲你两个外幸福，我不爱信。为着你一时的冲动，你让安家全部的人这么痛苦，这么艰辛。这种代志你做会出来？你若真正做会出来，好，请你把美兰带回去。啊，不过我真正不知恁以后是咩过生活、过日子。假使我甲美兰找个所在避起来，无要甲这世间相交杂，过着迄款无问世事的生活，安尼嘛真好啊。李庆，问题是美兰敢会答应？甲我讲，要来甲你对笑，那也无看啦。哦，哎呦，我无看到野人呢。哦，哎，我叫崔大爱啦，你房间有地无？啊，老爷，那个你，哎，问您啊，啊，老爷要饮茶，你徛伫遐创啥？茶紧捧给老爷饮啊。阿爹，饮茶啦。美兰，大心，美兰，听讲你回了后头厝，阿弟，大心，先别讲这，这个代志无重要，即摆上重要的是咱要确定咱的未来是要安怎。阿弟回去了，你阿爹安怎讲？伊当然无赞成。那你讲起来？无人会赞成咱两个做伙。敢讲因为安尼，你就要放弃？我当然袂放弃啊！那安尼，你要紧想办法。嘉兴，我知影
咱的未来一定足坎坷。啊，不过我更加清楚，我的后半世人若是无你，我就无想要活。美兰，有你这句话就有够啊！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从你的身躯边。大兄，美兰。美兰，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家后，你无需要看到这种情形，感觉歹势还是生气。那呢？你是不是应该甲我讲，我是要安怎来面对这件代志？美兰，你紧想办法，我等你的消息。我先落去啊，文玲，我想，咱应该把代志讲好清楚，是不是？我甲美兰的感情，有真侪时阵，拢是靠你的贴牌啊，才有法度维持的。我了解，你甲美兰见面的时阵，拢是坐我的贴牌啊去的。那呢，你是不是应该就？成全阮，我是会当卖做你的家后，啊，不过你是不是会当有一个交代？不是对我，是对阿爹。你是用阿爹来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只是讲一个事实。嫁入王家的时阵。本来我嘛是真唔甘愿，啊，不过既然我已经答应，嘛已经嫁入来啊，我就希望我会当甲王家新妇本分做好，甚至讲，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好家后，你回来了后。我阁唔知影要安怎甲你斗阵，我着看到你的不愿，看到美兰的痛苦，我本来想要离开，啊，不过阿爹，伊叫我一定要留落来，我真正感觉足为难，我想要成全你甲美兰。啊！不过，我阁惊阿爹也艰苦。但是，你读的书较侪，你应该会当甲我讲。我应该要安怎做？请你甲我讲，好不好？听到你讲话，我就知影你甲我所想完全同款。你遐尼善良，遐尼无希望去伤害别人。嘉欣，你想要讲啥，你就直接讲。文玲，要解决我甲美兰的代志，有真侪代志是需要去做的。你会当斗三工，干那一项，就是离开阮阿公家，唔免经过阮阿爹的同意，唔免让别人知影，点点离开阮阿公家。你这边是在讲啥？你叫阮阿姊点点离开恁阿公家，安尼阮阿姊是算啥？
吴辉，阿姐，你卖管啊，我是来替你出头呢。哎，吴辉，阿个嘉兴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救你回来，不是救你回来欺负阿姐啦。文辉，我真感谢你救我，啊，不过感情的代志是无法度勉强的，我无可能接受文玲做我的家后，请恁把恁阿姊带回去，好不好？你啊！不会，你这个黑门不仁的大猪呆，你欺人太甚哦！行，来请你阿爹，咱把话讲清楚，行啦！别安尼啦，不会。阿姊，今天你无把话讲清楚，别安尼，行啦！不会，你别安尼啦！行啦！不会。行，卖管啦！请个老爷。不会啊！请个老爷。我是花小芬的。请个老爷，你给他做一下公亲啊！谁啊？你好心会使欺负阿姊，叫我带伊回去？嘉兴，你真正有安尼讲？有。话是我讲的，无唔对。你甲看，你看伊啦，讲到袂输伊拢对啦。啊，但即摆是安怎？跟阿姨是有阿爹阿娘头好请，我甲阮阿姊就是为石头棚安尼逼出来，爱让伊欺负我，伊糟蹋笑。请个老爷，你开到这么大间的地行，在咱台湾这么有名。而且搁皇帝亲厝的牌匾，是偌尔啊高尚的一家伙啊！啊，你今出来这种好事，你敢袂感觉见笑？你是讲啥话？阿袂啦，文辉。阿姊啊，亲家老爷，庸主不搞虎之狗啦。我册读了少，不过这点啊道理我搁知影啦。你袂当为着要挺成你的后生，就拍歹先人所留下的规矩啊！阮阿姊是恁硬要娶的哦，不是我甲恁拜托的呢。起码无可能让恁话来就来，话去就去啦。Yeah.